小巨蛋特别节目的颁奖，让我们再度欢迎节目主持人博弈君 Gino。 谢谢观众朋友，艾尼亚武力全开，2019年明星舞王舞后前进小巨蛋这样的特别计划，他们的成绩马上为大家公布。是的，现在七组艺人还有国歌老师呢，已经在我们的舞池中间，相信他们现在跟我们一样紧张，你们紧不紧张啊？哎呦，看起来好像兴奋大于紧张哦。是，你们准备好了吗？尤其笃林哥带头，大家不太有紧张的氛围哦。好，你们不紧张，兴奋大过于紧张，但是我替你们感受到那个紧张的氛围了。是的。我们现在有请大会为我们公布2019年明星舞王舞后前进小巨蛋。第七名得奖的是，在我们公布第七名之前，首先先邀请我们武力全开明星颁奖的是艾尼亚化妆品总裁陈威忠先生，奖金艾尼亚化妆品副总裁肖碧月小姐，请先上台。好，欢迎我们陈总裁前抗力，欢迎你们，来我们舞台中间请。欢迎我们的陈总裁以及夫人担任我们的颁奖人，谢谢，辛苦，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好，第七名，背后107号陈延安，恭喜陈延安以及吴俊奇老师获得第七名，恭喜你们。老师，谢谢。哎，我们左边请。接下来呢，我请大会我们宣布第六名的艺人名字。104号何笃林，恭喜何笃林，还有刘淑婷老师。恭喜永远不嫌晚、永远不放弃的何笃林，还有刘淑婷老师获得我们的第六名，恭喜你们。合照留念一下，来前面哦，我们摄影大哥大姐，可以吗？好，谢谢笃林哥，谢谢淑婷老师，来我们左边，好，我们一下，谢谢。好，接下来有请大会为我们公布第五名得名的艺人是，背后103号谢晶晶。好，恭喜谢晶晶，还有金乔老师。舞后前进小巨蛋的第五名，恭喜你们。好，谢谢，我们请左边稍作休息，来，谢谢谢谢。好，接着请大会我们公布第四名的艺人，背后106号张家伟。好，恭喜张家伟，还有李世田老师，请到舞台上面来。再一次恭喜张家伟以及李世坚老师获得第四名的殊荣，恭喜你们。我们现在颁发的是奖状，恭喜你们。好的，来我们谢谢左边稍作休息，谢谢谢谢，恭喜家伟还有世坚老师。好，我们现在有请大会为我们公布第三名得名的艺人是，背后102号郭宗佑。好，恭喜郭宗佑，还有吴静文老师，请到舞台上面来，我们的第三名。恭喜郭宗佑，还有静文老师。好的，我们左边稍作休息。好，来来来，紧张了，紧张，刺
激。各位观众朋友，2019年明星舞王舞后前进小巨蛋的冠军得主到底会是谁？我们邀请四位艺人，还有指导老师来到舞台中央。来，欢迎赖慧茹，还有陈依婷，我们两组哦。哎，嘉敏老师以及彭阳老师，到底冠军奖落谁家？谁又是我们亚军呢？说真的，这一次我心目中没有任何的名单，因为我觉得每一组都表现得旗鼓相当。所以，2019年明星舞王舞后前进小巨蛋，我们的冠军得主有请大会为我们公布。冠军得主是背后101号。在这段时间这么辛苦的付出，流血流汗甚至流泪，今天这一刻完全值得，谢谢。哇，漫长的等待今天终于结果出炉了，也要非常恭喜我们的冠军得主，就是我们的赖慧茹以及刘嘉明老师。是，来，我们再一次大合照，恭喜你们。好，可以吗？所有的摄影大哥 OK 了吗？来来来，我们难得的机会，赶快把美丽的身影捕捉下来。这一刻我觉得充满了感动，君荣应该可以感同身受。哇，对啊，因为这些都是平常的老战友，是他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他们今天不是主持人，不是演员，不是歌手，他们就是专业的舞者，是值得骄傲的专业国标人。再一次谢谢，也恭喜所有的得奖人，谢谢我们的陈总裁，还有肖副总裁，谢谢两位，谢谢两位，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两位，辛苦，恭喜，谢谢，谢谢。是的，是的，是的。哎，姐姐，来来来来来来来，再一次。哇，我们要访问一下冠亚军的心情啊。是，我们 hold 住顶岸，对，好好先访问获得第二名的怡婷，还有风扬老师。哎呦，开心兴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从你的表情当中，我们感受到你真的是意想不到，是不是？我现在还在惊吓中，因为其实我一直以来对于名次都没有非常的在意，因为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我觉得我今天我尽力了，那我要谢谢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谢谢风扬老师。对，谢谢谢谢。那当然，因为其实今天除了风扬老师之外，我所有的指导过我的老师今天都站在场上，对，谢谢俊奇老师，谢谢金佳老师，谢谢你们才能让我就是在这个舞台上面能够展现自我，谢谢你们，谢谢大家。恭喜陈依婷以及黄风扬老师，2019年明星舞王舞后前进小巨蛋冠军得主出炉，恭喜赖慧茹以及嘉明老师。我觉得有一点不真实，然后谢谢今天从台中上来帮我加油，还有我所有的艺人朋友们，所有来帮我加油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觉得此刻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刘嘉明，还有林嘉丽老师，还有其实很多教导过的老师都很帮忙我，文俊老师、玉红老师还有佩颖老师，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
为这个舞台所付出的血和泪。Gino， 我们回到我们的位置，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颁发另外一项非常特别的奖项，就是2019年的最佳人气奖。是的，今年我们这个别开生面第一次颁出最佳人气奖，由今天晚上所有小巨蛋的观众朋友用手机票选出来的。这个奖项呢，除了特别，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紧张刺激，它是一翻两瞪眼，所以也是令人期待到底会是谁。但是要宣布到底最佳人气奖之前呢，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颁奖人，就是明视电视公司的王明玉王董事长，为我们颁发这个特别的奖项。欢迎王董。来，有请王董事长。好，大会马上为我们宣布2019年最佳人气王得主是。最佳人气王得主是背后102号赖慧茹。哦吼，他也就是我们的冠军得主啦，恭喜赖慧茹，还有嘉明老师获得我们的最佳人气奖。好，我们有请明视电视公司的王明玉王董事长为我们颁发最佳人气奖，恭喜慧茹以及嘉明再次获得到这份殊荣。我们退回原来的位置，我们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拍照留念。谢谢所有的摄影大哥。王明玉王董事长，谢谢你，特别给我们现场来帮忙颁奖，谢谢王董，谢谢王董事长，从头到尾都陪我们到最后，谢谢。来来来，我们送一下王董，来来来，大家握个手哦。谢谢，谢谢王董事长对爱尼亚舞力全开、对国标舞的支持，同时也非常谢谢一直坐在旁边，从头到尾一直陪伴我们的训练台许副总，是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满满的感动，满满的兴奋。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今天所有的艺人朋友、所有的指导老师，你们打了一场非常非常漂亮的战役。我觉得你们用国标舞出了自己，也舞出今天属于自己的传奇。是的，今年呢已经第四年了，看着你们呢，我想到这四年来大家都非常的努力，所以今天根本不是结束，今天就是另外一个开始。我只希望所有艺人、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秉持着喜欢跳舞的初衷，随时回来爱尼亚舞力全开的舞台，再奋力一搏，好不好？谢谢所有的艺人参与，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陪我们到最后一刻，我们明年见，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我们再一次把时间交还给大会，谢谢，谢谢，交还给杰，谢谢。马上要颁发的是我们今天两组最高组别，首先要颁。